终于认识他，什么样的劫难永远纠缠，感情里没有背叛不背叛，只不过缘分用完就该离开。还可以值得，虽然浪漫之后有些遗憾，心里好像残废了一块，至少我找到人生部分答案。每个失望的难关都是善意的安排，看我的希望有多少能耐，有谁不承受的伤。Thank you.